你们知道北瓜是什么瓜吗？南瓜真的挺神奇的，单独吃并没有那么好吃，但是用来做甜品，味道是真的好。中间可以包上自己喜欢的馅，但是不要包太多哦，要不然就很容易像我这样子，烤着烤着就漏了。来，第一个给你们吃，芝士的咸香搭配着南瓜的香甜软糯，还是会拉丝的那种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